头骨由23块扁骨和不规则骨组成，头骨上的所有骨块形成不动的连接，只有下颌骨跟头骨。尝试呼吸，脑震荡，颅内外伤，脑出血，头颅癌，腺片。回答正确。下面请听下一道题，急性颅内压增高的主要临床表现是3、2、1，请作答。头痛呕吐。回答正确。小姐，我虽然不紧张，但我脚怎么止不住抖啊？我知道这种症状叫什么来着，癫痫。这个呢？这个叫……我这种短暂性失忆症叫什么？不知道。完蛋了！看你们现在这个样子，让我想起了一种情景：王者带青铜。老大，你知不知道这种组队通常的结果只有一个？那就是王者被青铜带进了坑里，变成了青铜王者。你看我的样子，像是会被坑的。嗯。这里的空气太焦灼了，我想出去冷静冷静。好的，回答正确。我就说你找错人了吧，我根本不行。好，回答正确。医疗废物的分类可以哪几种呢？感染性废物、损伤性废物。我说没问题就没问题。化学性废物、药理性废物。非常好，再次回答正确。请问胸部？你怎么这么自信啊？没人告诉你。我从来不打听。待会儿领完奖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准备好了吗？到我们了。获胜的队伍是云际医院医疗队。天哪，老大，天哪，我们赢了！好了。